一起听通讯的，开庭终审，开庭终审。这个案子，你们审判厅能审不能审？裴督军，此事关系重大。 完全没把握的话，那我们审判厅上上下下的法官、秘书，可都有性命之忧啊！真是笑话，这可是在我裴某人的地盘上，你怕徐伯钧怕成这个样子，亏你头上还顶着个大法官的头衔。督军呐，您这不是为难我们吗？人证物证俱全。 这有什么好为难的吗？你若不敢重审，我老裴现在倒是就可以为难为难你。你们审判厅全体同仁的老婆孩子，可全在我裴某人的眼皮子底下生活。嗯？ 刘大法官，是不是我老裴平时对你们太仁慈了？你们只怕徐伯钧，倒不怕我裴勋啊？督军啊，我们绝对不敢，绝对不敢呢。那就乖乖的重审此案，我保你们一家老小平安无虞。 好，一起听通讯的，开庭重审，开庭重审，马上就给徐伯钧发传票，叫他上北京配合审讯。怎么事情办得顺利，你还不高兴啊？事情是顺利。 我本来想借他的权利扳倒徐伯钧，可是我真没想到，这些法官会对他下跪。我更没想到，这国之公器居然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中。是啊，这个裴勋未必比徐伯钧好到哪儿去。一丘之貉罢了。但这也不是一朝一夕能改变的事情，慢慢来，别着急，好吗？ 打赢这场仗再说。嗯，走吧。